Hello， 台湾的朋友午安。哎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吃，第一次在台湾的麦当劳吃东西，试一下咯。啊，一般我就不喜欢香港麦当劳，台湾的他们都叫我要试试看，就吃一下看好不好吃。哎，这里很舒服，感觉很好，哈哈。祝你们都平安喜乐，午餐吃什么？拜拜喽。